你这是干什么，大少爷？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们刚才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我只是除了一个背叛的人，你相信你胡伯，杀人从来不会失手。 这个人从此不会再说话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只是从今以后，我跟你们沈家的缘分，今天算到头了。我只是一个被收留的女孩，老爷子现在不在了。 更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人。你见过一个花瓶没有插花的样子吗？光秃秃，并不好看。 其实你也一样，你想得到的，跟我想拥有的，都是得不到的东西，或者说，是无力挽回。